床头柜一掀开，杂物下头堆满药罐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外头还用塑胶袋裹着，一打开不得了，全是壮阳威尔刚。家中仿佛成了小型药局，床上柜子甚至到衣橱都成了嫌犯藏药的地方，瞬间床头柜里头已经被搜出满桌药罐。成堆纸箱摆满地，客厅差点被药罐淹没，稽查人员忙着清点数量，总共搜出24罐威尔刚，1220锭的西力士以壮阳药居多，其他还有170瓶的胎盘素、不知名胶囊54瓶。仔细调查后发现这药还全是假的，不仅成分不单纯，还掺有大量来路不明的中药。从包装上观察就可发现，西力士根本没有出罐装，都以纸盒包装贩售，虽然药丸长得很相似，但成分差很大，假药一颗只要50元，真药却要450块钱，价差高达9倍。正面都有中文标示，背面都是英文标示伪药，它是正面反面都是英文标示。就是看准威尔刚专利到期，学名药窜出市面，价格参差不齐。嫌犯看准时机，跑到对岸买进大量假药，仿冒商标，还专挑偏乡药局兜售，以假乱真赚取利润。无辜消费者吞食假药，壮阳不成反伤身。记者黄嘉伟、宋湘玲，新北市报道。